要得。我，抽个鸭子烧鸭的不？要得。你问了我做啥子哦？又想逮我的鸭子吃，不准逮。今天你敢都不敢逮我的鸭子？我要抓。你试一下嘛，抓鸭子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吃了。鸭子，今天你运气好。超市里面给我点大了。这还能是哪位啊？我给你点了哈。哎呦，微微乖吃农大哥家的，可能今天都要生意看嘛，这苦的。哎呦，你也乖呀、啊，生意弄多大难喽。点四个，点你走了哈，微微你看好怎么？你还跑我呢？走了，端你。这我生的蛋还不小，送到我家里。哎，天王星怎么出了伤了？哇塞！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要扯这？因为这个会让植物花屎的。大家还没来的吗？又想逮我的鸭子吃，不准逮！今天你敢都不敢逮我的鸭子，你试一下嘛，抓鸭子。晚点给我的。你娘不少。嗯，我娘她。阿祖。阿祖。鸭子给你来的留的都是好货。老王，他都做好了，你还放我都要想回。